今天我们到这个一家开了30年的老字号的早茶，今天我们到这家。今天我们到这家开了30年的老字号来吃早茶。这个茶楼非常非常的热闹，它的厅台的面积呢非常大，桌台也非常大，价格也比较公道。现在我们点了一个雪影豆沙包，这个豆沙包呢，这个白色的皮呢是用蛋清做的，就是它是减脂的，不会长胖。然后里面的那个馅料呢是豆沙馅，非常的细腻，很好吃。我们点了一份，然后价格也不贵，这一份的价格是20港币。现在是大早上9点多钟了，你看大厅已经坐满了，基本上没有空的桌台了。豆沙很细腻，非常的细腻。我们还点了这个网红的牛肉包，这个牛肉包一个超级大，如果在网上点的话只要12块钱，但是如果你到店里面点的话要39块钱。它外面是菠萝包，里面是牛肉馅，这个呢是一个榴莲酥，下面呢是巧克力酥。都是可以吃的，然后天鹅的脖颈，天鹅的这个脖梗呢，应该是由面做成的吧，反正是可以吃的。里面的榴莲呢，非常的新鲜，榴莲的新鲜感非常好。下面是巧克力，上面呢。不过有一点点油啊，因为它材料比较新鲜，所以这个油呢吃起来呢也不觉得很腻，非常的新鲜。榴莲有很多，别的家的榴莲酥我也点了，但是没有这家的看起来呢就是那么实惠。这个榴莲酥的价格呢是35港币，韭菜角、烧麦、虾饺皇都已经吃完了，忘记拍了。大厅很漂亮啊，大厅大概能容下50桌的样子，服务员也很热情。我们还点了山楂排骨和菠萝咕咾肉，这两个的价格是38港币，38港币一份。这个榴莲酥，非常好吃，我可以推荐大家来点。